请收看《维新世界用意人生观》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中医人生观》，我是维新信教大凡师主持关调法师。今日非常欢喜来邀请到咱王贤师，甲大家来分享到有关易经风水上经中文妙法的心得，甲案例。那现在请咱王贤师先甲大家自我介绍，以及讲咱入咱中文的一面，好不？同修贤士及电视机前面观众，大德阿弥陀佛！我是琼林易经初级六班学员王秋明。今仔有这机会，感谢咱主持法师给我这机会来这会使甲大家分享易经人生观。因为我自第前年吼，退休以后吼，生活上感觉较无啥顺利啦吼，我着，有时看阮厝的家中的师姐吼，拢在厝的伫看迄个维新信教的节目，我感觉伊这节目吼，对易经风水方面讲了真正生活化，感觉真有趣味。因为我之前是捌在新竹社教馆去学迄个易经甲风水学。但是学两年吼，诶，课程拢完全感觉拢唔啥捌诶。即边想啊，有时间出来外口行咧。但是安尼顺势安尼一直行起来，讲行到大凡寺之外。大凡寺看起来哦，这四个清幽，景致真水。阮就安尼为楼骹安尼一层一直礼拜起来，行到顶头。拄到迄个咱主持法师，咱主持法师吼真亲切，佫真客气，就请阮入去内底坐，你甲阮分享讲厝诶有情形，生活情形安怎？阮厝诶迄个师姐吼，因为进前拢伫迄个天公坛有伫做即个化工义工吼，不变少。法师真迄款诶真好好心，互阮讲，无你来念。练土堂家，一礼拜吼，不定期来遮摒扫一遍，吼，伊嘛是真客气讲，叫咱着爱吼，较食迄个念天德经吼，甲迄个讲有机会去做法工吼，这非常吼，你若家己亲身去做去体验，对家己已经真大的帮助，吼，我接落来，我来分享讲，我迄个。这边的吼，有一个迄个囡仔吼，在去年的十一月，因为阮有时啊拢早时啊拢会去爬迄个十八尖山，转来讲桌顶甲你放一条，讲伊要死在外口，叫阮免找吼，阮看到阮就真紧张，阮就去派出所去甲报案，派出所的警员吼，伊就甲阮迄个。了解讲，这个囡仔特征在底，伊身高较悬，180公分，头壳留一撮啊，迄个马尾巴，甲迄款的吼，迄个伊穿蓝色的羽绒外衣，穿迄个灰色的长裤，脚穿拖鞋安尼吼，因着因看讲，这早无甲几点钟咧，安尼无符合迄个失踪人口的条件。但是我赶紧甲讲，阮这吼有轻微迄个智能障碍吼，因才紧甲这个入案，将这特征吼通报吼，因咧警网立法部，
啊，并请因的迄个警员吼，去迄个客运站啦吼，甲迄款的迄个去找，有哪拢找无啦？啊，阮厝的师姐吼，就赶紧向大凡师去求救，啊，结果伊迄个无偌久，自此法师卜卦吼，啊，就甲阮讲讲，迄个你会使向东方，调迄个南方吼。去找，伊应该往迄个方向去吼，啊，差三天咧内底吼，一定会转来。结果真正第三天早起吼，就徛伫家己门头前。所以吼，这个事件我感觉讲，哦，咱这微信中的吼，足准的。伊就尾啊时我甲问啦吼，伊讲你伊出来吼，向迄个宝山水库去行啦。啊，行西转来三线桥啦，啊，再附近安尼西转来，啊，即个用咱印证讲，东方就是宝山迄边嘛，啊，佮西位南边迄个三线桥这边转来安尼，哦，啊三天，真正到第三天再去转来，这是还有够准，啊，佮第二遍，伫旧年的十二月，啊，佮一遍，啊，就佮出去啦。啊，出去吼，因为一遍经验吼，你报警吼，无迄个效果，啊，我就怎啊，无甲报警，啊，无去报警，啊，迄暗啊，都拜二啊去迄个读易经新老班，啊，迄师娘看阮两个啊，咱面悠悠啦，啊，毋知创啥，结果伊小甲看者讲，啊，这无要紧啦，伊吼出去行行尔啦，无问题啦，啊，阮就暂时就好。先放心嘛，啊，结果第三天还袂转来嘛，啊，就阮拢固定拜时来遮摒扫啊，啊，摒扫的时阵，再搁请主持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你搁敢协助一下啦，看怎摆是安怎？结果主持卜卦落去讲，哦，这个囡仔关心要加灾啦，赶紧啦，啊，你着吼、哦、去厝的附近呢，会当休困的所在。就洗碗啦吼，也是讲土地公庙啊吼去找啦。啊，结果阮有时啊去遐找，迄个时间拢无一定会到啦，因为伊拢不定时四界走嘛。啊，四界走的时阵，咱就找无啊。啊，第二天，阮太太的朋友敲电话，才下晡五点外敲电话来讲，哎、欸，那有看到恁囝吼，在迄个三圣桥车站附近哦。我听到吼，阮就随。打电话给派出所，吼，叫因讲，若有人因咧警员，若较紧去甲咱倒车。啊，迄、那个阮就随走去，随赶去迄边，甲看，啊，结果有哪找无人。啊，第三天，因為主持甲阮讲吼，迄差不多在未时。未时甲酉时哦，会转来啦，吼、哦，啊，阮是讲啊，可能吼未时无转来，是讲可能吼在路中啦，吼、哦，唔知在底你是一出发的时间啦，我当作讲一出来的时间啦，啊，甲九点无转来，我就急咯，我就跟请主持搁卜一个卦，伊甲讲会啦，一定有诶，在恁厝附近吼，用洗碗架迄款诶吼去看，绝对有诶啦。啊，结果阮就讲向西边去啦，嘿啊！啊，我就去随赶紧两个去迄个行路吼，去迄个阮西边差五分钟吼，迄、那个伫阮土地公庙啊。啊，迄阵遐暗较暗嘛，九点嘛较无人啊嘛。啊，伫迄个一凉椅边啊遐，看诶，哪、欸、有一个人困伫遐个款？啊，点点行过去，啊，即伊找迄个头吼，身躯夹两领外套啦。迄、那个脚吼，行蚊仔胶，用塑胶袋啊包，脚拢包甲密密密啦。啊，阮就甲豆豆甲讲啊，叫伊个名，啊，戆神安尼，啊精神起来，哦，安那，安那带转去。啊，所以这事件我拢，迄、那个时间甲迄个拢足准的。啊，我无事后我甲问讲，啊，你这边是安那行？伊讲天公单。去提供单边，迄、那个边仔的西文去买一个饮料啦，啊，迄造一个五十块啦，啊，再行去长河宫吼，就这五十块
拢来献给妈祖啦。啊，再搁洗转来啦。啊，洗转来吼，因为你时间，伊当时要转来，咱毋知，咱其实无可能讲常常拢伫土地公伫等伊啊。啊，第二天，伊有那状况，搁照常搁去换去迄个香山的一个师弟底下，啊，再洗一年。啊，第三天再搁有那为香山的师弟再搁洗过铁道路迄边去，啊，再考倒转来。啊，安尼都三天，啊，所以印证中，咱住持法师讲的吼，非常真的很神奇啦。在为西方的西文，啊，甲伊真常去西文买物件嘛，啊，真正拢歇在迄个土地公庙啊，所以真正讲不可思议啦。所以这个吼，咱印证到咱中门的神奇的那个吼功力啊。邓来，我阁有问伊吼，我讲啊，圣号你去倒，伊阁真有地位，啊，一直讲。我对老祖去请教，啊，讲去请教啦。你怎讲都大家在笑嘛，都讲对老祖去请教。这句是真有地位哦。伊有时啊吼，会不经意吼讲出这个迄个咱意想不到的话啦吼。啊，就是讲经过这个事件以后吼，啊，我请主持去阮厝的吼，甲阮看厝的是不是对较不足法啦？啊，因为咱那厝的吼，已经要40年了啦，啊，差不多。早前的厝吼，拢有做一寡吼，像迄阮的厝号做罗马丽园啦，拢做一寡，毋是迄个拱门，就是讲一个三角形的吼，诶门迄种的，因为迄阵啊，迄个家具拢是安尼啦。啊，事实讲，你这安尼吼，迄艺术那墓碑嘞吼，这不合法啦，你用迄个白铁板甲盖起来啦，吼，啊这头一点啦，啊第二点吼，就是讲。咱迄吼，伊困的诶边啊吼，有放一个衣柜啦。啊，衣柜吼，你这吼，假设两边拢会去，会迄落迄那刀安尼下过来吼，会头昏脑顿顿啦。啊，头昏脑顿顿，安尼较唔好啦。啊，第三点就是讲，咱普通厝早前的厝吼，眠床顶顶那么电火滴啊，啊电火种，伊这袂算那手术台咧啦，安尼嘛唔好啦，吼。啊去看迄、那个去顶楼看，讲咱后壁吼有迄水塔，袂输那药罐的，啊叫讲爱按咱咧专门迄平安镜，吼、哦、啊咱着啊甲迄、那个我身厅头前吼，迄个诶墙位啊较悬，啊迄根本无法度纳气，啊即摆吼我拢一项拢甲迄个照咧改善咯吼，啊改善以后吼真正圣号着进步真侪啦。伊就进迄个拢头脑感觉伫讲讲话声，吼拢进步起来。啊，我讲哎，安尼会使，我许报名，吼伊去先学一个一技之长，去学迄推高机。因为毋捌出门啦，啊，即摆吼去遐头一边出门吼，伊会甲讲，甲迄个同学啦，也是讲一工吼，每一工吼，伫食啥，拢来吼，即亲朋好友分享啦，每一项吼。诶，迄款诶，迄个上课情形，拢会啊，甲进步诶情形，拢会分享。啊，比如讲，因咧爱鉴定爱三种嘛，啊，头一种就是讲，迄、那个爱去检查吼，你对高机诶设备诶虾米款诶吼，爱第15分以内，迄个该完成检查啦。啊，伊吼都开始吼错5题啦，啊，慢慢啊改善，尾啊错2题，要鉴定诶时阵，就拢 OK 啦。啊，所以伊嘛足啊，第二点伊就是讲，迄去训练迄个推高机啊，拢爱迄个走 S 型嘛。啊 ，S 型哦，都开始头一边应该是8分钟，伊走差不多15分钟啦。啊，但是伊有走出来，伊就感觉讲，哎、欸，卡的，但是伊总有走出来，伊就足欢喜的。啊，第二边吼，伊就用伊家己的方式倒打开，伊就讲。我只要我若降低，我下迄个莫去卡着，啊速度慢，我慢慢迄款的，结果慢慢安尼进步。第二遍，剩10分钟，伊就完，迄、那个因为标准8分钟啦，就差一丝仔咯。啊第三遍，甲考试的时阵吼，伊真巧，伊讲伊念心经12遍啦，啊请观世音菩萨吼，小加迄个结缘吼，可以通过啦。啊结果吼，真正。8分钟的标准，10分钟就给它用出来，真正就是伊进步，而且伊有耐笑出来。
啊，第三点就是讲，伊个较无遐顺的吼，就是讲，咱迄个推高机爱上好下好吼，迄个比较爱十五分钟比较对伊来讲较困难啦。啊，头一遍标准是十五分钟，头一遍开二八分啦，啊，第二遍就开二三分啦。啊，第三遍要考试的时阵吼，伊就豆豆开，伊豆豆开豆豆开。并开十七分啦，啊，十七分照标准是十五分，但是因为伊有迄个身心障碍迄优惠吼，安尼算讲会使通过啦，啊，通过哦，足欢喜，讲哦，谢天谢地，伊甲你分享安尼啦，即边算好吼，会当安尼顺利吼，啊来伊款的迄个考试通过吼，啊因为讲啊来台湾时嘛足欢喜，因为拢感谢讲住持法师阿师娘吼，啊含甲咱遮个师兄师姐吼，一直伫甲鼓励。啊，所以吼，伊安尼一定有进步起来吼。伊拢感谢家，啊，所以伊在学习上吼，伊嘛会讲一寡，伊都开始吼，伊进前较袂晓讲话，拢安尼伫讲遮。这边去遐分享的时阵讲，伊咧开 S 型吼。啊，多入面吼，足顺的，因为好行嘛，顺路嘛。等来北区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拢会开伊款来讲，好像鬼打墙一样。伊会讲一寡伊款的，啊，像讲吼，伊要速度要甲降低的时候，伊讲我学乌龟走路，乌龟走路豆豆行，啊豆豆行，你若会过吼，伊就变讲伊会成功啦。啊，有时讲会去捡讲，会看吼，因咧对一个高手同学吼，伊安那过。要哪过栅栏？啊，一步一步啊，去甲学。伊讲去甲学起来，家己留咧用。啊，所以这地方伊进前拢无法到伊安尼会清醒吼。啊，这边伊有进步。啊，毕业了吼，伊讲好不容易啦，我已经毕业啦吼。啊，感谢吼，这老师吼，大家老师都哦，你甲看，伊做像安尼拢有法度毕业吼，非常欣慰啦吼。啊，伊有那时说甲老师讲。感谢老师啦，容忍这个挑战火气的尺度啦，啊，因为伊也教这样教会起性地啊，啊，伊老师拢会容忍他，所以伊嘛会让阿家谢谢他啦，所以这我那是讲伊进步的所在啦。啊，主要像咱即嘛吼，我入来这个大凡师以来，我感觉讲，因为咱迄个思维吼，眠床这真重要，眠床是甲咱人吼，迄个生活吼。差不多有每天差不多三分之一吼，的时间拢在眠床的，啊眠床的迄个磁场若无好吼，你会影响家己的身体甲健康。眠床的磁场吼有改善吼，啊咱身体就较健康。啊你若讲吼，像我即马甲算好，诶眠床咱就放咧中央吼，两边拢有靠，拢有一个迄个条件，互伊四平八稳，啊四平八稳人就较在。啊，较在的时阵身体就较健康。啊，你头脑即马头脑就较清醒。啊，头脑清醒吼，你在做代志吼，伊就较顺利，较圆满。啊，第二点就是讲，甲这边主持安尼甲咱一直帮忙吼，你甲看咱咧易经风水的印证吼，你讲东方、南方三江，迄拢足准的。啊，迄个。咱学易经吼，若讲会晓安尼的时阵，你着提升家己，嘛会使帮忙别个。啊，我这边含甲阮厝的师姐含甲算好吼，即马当伫琼林易经六班吼，伫初级六班伫学易经。啊，所以感觉讲吼，这学易经吼，你若讲学易经学起来，这就是讲大家多学易经，身体健康，心安心。啊，大家学易经，家庭美满一条心。大凡事来讲哦，祝一直鼓励我多诵天德经哈。啊，天德经，因为我有一块那个农地哈，那个被骗的了啊，被骗的，但是有三个是合伙被骗啊。那时候我来一直每天，我几乎每天都有诵天德经啊。天德经的效果让我有感觉到哈，就是家里也蛮顺利的了哈。啊，在。108年哦，就已经就是有移到那个调查局，啊，一直都没有消息。啊，去年8月哈，那个地方法院来一个公文说，那个对方哈
被刑事起诉了啊，叫我们看看我们的条件啊。啊，我们那时候哎、很意外，就是说本来想说这大概没有的事情，没有的钱可能有机会了啊，所以我就请那个律师哈、哦，跟律师研究啊，看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圆满啊。这当中那个律师也给我们很多启示，因为时间拖那么久哈、哦，可能机会也不大了，哦，可能也不能说全拿的意思啦啊。我们也说没关系的，大家尽力而为哈、哦、啊，我们尽量去把它完成就好了啦，反正拿多少就是它的诚意嘛哈。九、哦、月以后哈、哦，我因为八月份收到公文嘛啊，九月以后我就有师姐哦，就在提醒我说书文要写，啊书文要写，你把你的对方的冤亲债主哈、哦，在书文里面一直念一直跟他建立跟他禀哈、哦，会有效果。啊，果然不出所料哈，八九月份念到十二月，快要圆满，他要求跟我们和解了，没有救他就要进去闭关了，啊，所以哈，这段我们也真的有，等于是送天德经的一种功德力的，啊，这个事件完成以后哈，还有一个就是说，当时他这个人比较贪心了，就是说在做事情哦，我们。给人家过路，还设定地役权，不动产地役权给人家用，还设定金额给人家。像我们那个给人家二十坪，拿二十坪的土地，说设定五十几万。啊，我有另外一个那个合伙的人，就是说他要卖，结果人家跟他要减那个金额啊，将等于是原来九百万啊，被骗了三百万啊，啊再扣掉一百万啊，剩下四百万，那不到一半啊，啊所以。他们就求助我，我就帮他找代书哈，啊代书也帮我们，我也在这段时间哈，也送天德经给另外的合伙人，就是说不动产一点的合伙人，送了七天，本来想说不，他们那个也是拖拖拉拉的啦，啊结果哈送了七天，他们都自动出来，啊这事情就圆满了，从三十几万，四十几万降到五万块，所以。真的也感谢我们中门哈、哦，有很多殊胜的奇迹在我身上出现，也感谢法师给我们这个给我们指导，谢谢。所以我们学易经哈、哦，易经是开发智慧，啊，我们自从圣号来读初级班，而且在这两年来当法工，我们都可以，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他的成果啊。那我们中门啊。老祖跟师父这个妙法啊，真的是很好啊，不但可以啊帮助别人啊，帮助别人，还可以啊遇到事情能够趋吉避凶。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啊，我们王贤士跟我们大家分享用意的啊殊胜，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《用意人生观》，祝福大家阿弥陀佛。不知生何心，速度妙法力，现心梦幻影。